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是听故事的时间到了。今天青蛙老师要为小朋友们讲这一个故事《鲁拉鲁先生的院子》。那这一本书是由伊东欢所写，还有手画的书哦。那再由布布兰所翻译的。那小朋友们，我们来看看鲁拉鲁先生的院子是怎样的一个院子吧。你们看，这就是鲁拉鲁先生。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院子，这个院子对鲁拉鲁先生来说是很值得骄傲的。你们看一看他的院子，哇，好大好大哦！这个草坪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鲁拉鲁先生每一次呀，他都会去整理整理他的院子。那如果呢，有什么小动物要闯进来去他的院子的时候，哈哈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鲁拉鲁先生就会怎么样吗？他就开始拿一样东西来弹他们走，那就是一种的弹弓。哇，他就噔噔，你们看一看，他拿着的是什么东西？弹弓哦，他就会把他们给弹走，咚咚咚，哇！他就把他们给弹走了，不要给他们靠近他的院子。他非常非常的爱惜他的院子。你看，鲁拉鲁先生很小心的照顾他的院子，他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院子，所以他是不给任何的动物进来他的院子。只要有谁进来，小朋友，鲁拉鲁先生就会怎么样呢？拿弹弓来把他，弹走他。有一天的早上，哇，鲁拉鲁先生就起床了。当他一起床的时候，你们看，哇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的眼睛就瞪得好大，圆圆的，圆圆的。鲁拉鲁先生发现了，怎么那边好像有东西在躺在那里的，那是什么来的呀？鲁拉鲁先生觉得很生气。你们看一看鲁拉鲁先生，他就跑去做什么了？他就很生气，很生气的就朝了这一块的木头一脚把它给踢过去。哇，怎么这里会有一块木头呢？可是突然间那块木头被张开了嘴巴，啊，什么来的呀？你们看，竟然是一只什么呀？鳄鱼。那不是木头呀，那是一只鳄鱼。糟糕了，鲁拉鲁先生竟然踢到一只鳄鱼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鲁拉鲁先生就想要拿弹弓把它给弹走，咚！但是他突然间想到，哎呀呀，万一鳄鱼一凶起来的时候，会不会把它给吃掉呢？不敢弹了，不敢弹了，不要弹，不要弹，不要弹！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鲁拉鲁先生就决定在那边站着等了。你看，鲁拉鲁先生站着等，等呀等，等呀等，突然之间，你看一看。这一只鳄鱼怎么啦？它突然间就对鲁拉鲁先生这样 ，Hello， 来，来，来，小朋友，如果有一只鳄鱼向你招手，叫你来，来，来，你敢过去吗？可是鲁拉鲁先生真的走过去哦，然后鳄鱼就对他说：“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躺下来看一下，你躺下来看看，哇。”这个小草坪啊，好舒服哎，虽然有点刺刺的，可是很爽哎，很爽很爽。鲁拉鲁先生他很怕鳄鱼会生气，结果你们看看鲁拉鲁先生也怎么样啊？哦，鲁拉鲁先生也躺了下去了，哇，他就穿着他的睡衣啊，就躺在草坪上，暖暖的，痒痒的啊，结果。你们看，鲁拉鲁先生还有鳄鱼都在那边做什么啦？哇，好舒服呀！他们躺在草坪上睡觉，好舒服呀，好舒服呀！哇，小朋友，你们猜一猜，鲁拉鲁先生的院子变成怎么啦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这就是鲁拉鲁先生的院子的草坪哦。现在鲁拉鲁先生会招手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给谁来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
起睡在鲁拉鲁先生的草坪上，他的院子里了。哇，好舒服呀！这就是鲁拉鲁先生的院子。那小朋友，你想不想也去一个大大的草坪那边躺下去睡一睡呢？望着蓝天，哇，好舒服呀！那小朋友们，青蛙老师的故事又在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吧，拜拜。